们现在在海淀公园，我们要野餐，我们要跟在北京跟台湾的野餐，这是我们野餐成员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你看我脸都曝光了。说他自己以外，以及他的队友以外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是谁，因为他会从头到尾是隐身的。梅林会看到，梅林在他的夜晚会。要吃小吊梨汤，但我们要排太久了，所以我们在吃烤鱼。这个是什么蒜香粉丝？这是怪味口味。没有东西耶，真假？所以我挖很干净吗？你自己看一下，你看得到吗？哎呦，好饿哦！没什么东西啊，真的耶？对啊。没东西。我们在砍食物，大家都会吃。对啊 ，Everyone 的食物都在。现在哪里？清华大学。我们在清华大学。哎，上次两台机子在拍我吗？哦，对哦。什么意思啊？小红，还有比秀，有搞笑吗？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拍电脑，然后我们现在走在师大的路上，非常的热。大家带大家去参观我的花园。先听说他寄一条包，有吗？没有吧？哎，为什么？谁啊？啊，好好看哦。那要拍什么抖音？对啊，好。